终于理解那句我们原神玩家被黑过被骂过就是没有被饿过的含义了，这就是躺在热坑的好处吗？前几天忙着去漫展没空开生日会，今天抽空补了一下，结果全是细糠啊。首先是哈老板的未醒之路，彻底黑化的营妹，被保护起来的空哥，七执政逐一陨落，草神被彻底污染，水神则被淹没，雷神就连最后的一心净土也被侵蚀，钟离用最后的力量封印了剩下的离月。说真的，我口水和泪水一起流下来了。直到最后的最后，深渊与温迪的对峙展现真正力量的风之神，我只能说温迪图吃的真的是太好了。你在等待什么，巴巴托斯？或者该叫你你好呀，旅行者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不记得我了。那就让我再次加入你的旅程吧。